和破碎抗压强度控制在320兆帕以内物料，适用于软质、中硬和坚硬等物料。恶式破碎机分为 P1 型和 PEX 型。P1 型恶式破碎机具有进料力度大，适合于粗破或初级破碎，而 PEX 型具有较小的进料力度和较小的排料口，适合作为二级破碎。恶式破碎机结构简单，工作可靠，维修简便，运行成本低，性能稳定，使用寿命长。它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石场、煤矿、水泥、冶金、建材、水利、化学工业等众多行业。